爱与痛的纠缠，生活挑战，人际关系，孤独彷徨，友谊价值，家庭纷扰，性议题，分手挂碍，前度情结，成长疑难，身体困扰，离婚挣扎，停不了的渴望，仲有人生百味难题。李家豪、苏更哲、麦之华、朱福强四位资深主持人，每个星期一为路心谈不取暖。下面是我写给你的回信，以下是我写给你的回信，送给你的回信，写给你的信。星期二、三、四、五，逐一回信为你解忧，敞开心扉，站在写信者的角度，一起探索这些人生迷宫的出口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尊重每位写信人，不加批判，只为感受和思考。慰劳不取暖，一个充满智慧和人生经验的 Podcast YouTube 深谈节目。 WAILOOO.com 慰劳 .com 慰劳不取暖，解忧四人台，无底深谈。你的信啦，收信啦。今日是星期五，朱福强的回信箱。我是朱福强，下面是我写给你的回信。Lillian，我真的很佩服和欣赏你那种无惧面对可能来自世俗其眼光，或者是你亲人压力的气魄。仍然是我行我素，决意地去下嫁，或者是拥有你所爱的男人。甚至说跟他生儿育女。这个的确是任何一个人在生命当中都算是一个巨大的 project。 我祝愿你成功。Lillian，看来你的男朋友都是跟你一样，跟你在的关系上高都是勇往直前。我想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不想再有小朋友，而且相信都挺坚决的，否则你都不会那么苦恼。Lillian，我跟你的男朋友年岁是差不多，人生经历都有点相似的。容许我简单直接地答你头两个问题。Don't try it, Lillian， 唔好试啊！我只是直觉咁觉得咧，呢个好似系好唔划算。除非咧，你确确实实系有呢个心理准备，同佢系分道扬镳。如果佢对你嘅最后通牒系说不的话。如果是没有这种心理准备，这个通牒当然是变得很没意思，是不是？至于你说故意意外地怀孕，我总觉得好像是两个拳手对垒，未曾开始你就直到人的黄龙，向人家的下阴伸一脚。Lillian，我不知道你那个上了年纪，相信头发都很苍白的老人的朋友，在心理和在生理上高挨不挨得起你这一脚呢？Lillian，其实你选择真的不太多，
不如你考慮都是跟你自己的建議，就是話都是緊緊咁找住佢。希望咧，佢最終咧係改變個想法嚟到迎合你。試下咁咯，祝人生快樂，朱福強。解忧四人台无底深谈，下星期一有李家豪、苏更哲、麦之华、朱福强四人为奴，为奴不取暖。朱福强，下面是我写给你的回信。我是李家豪，多谢你写给我们的信，以下是我写给你的回信。为奴不取暖，送暖给你。麦之华送给你的回信。请听我苏金哲写给你的信。他们四个人每星期为奴不取暖，
敞开心扉，企喺写信者嘅角度，一齐探索人生迷宫嘅出口。喺呢啲过程当中，尊重每位写信者，不加批评，只为感受同埋思考。为路不取暖，一个充满智慧同埋人生经验嘅 Podcast YouTube 深谈节目。为路不取暖，解忧四人台，无底深谈。